全场观众都站起来了。我感觉他们是每人手上一把剑，两个武林高手在比拼，这个真的是太震撼了。你们第二次看还觉得震撼？还觉得震撼，而且是不一样的震撼。不一样的震撼。嗯。但是坤坤今天是第一次现场看到他们的演出。现场看和现场听的感受真的更加震撼，他们父女之间的默契能够感受到，他们对于这个舞台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准备，所以我觉得非常棒。I have to stand for this. You know why? We see a young teenage girl on stage standing so polite, but when you play the Erhu, you are a fierce, fierce woman.妙妙呢今天表现呢真的是很不错，以前人家叫她的时候都说是陈军的女儿，她想呢什么时候人家介绍我的时候就说这个是陈一妙的父亲，所以今天她的表现我觉着她已经做到了。不仅今天妙妙向爸爸证明了自己，而且也让大家看到中国民乐有无限的可能。恭喜陈一妙还有陈军老师成功晋级倡议终极巅峰盛典，恭喜恭喜，感谢有那么多人支持我们中国的传统音乐，谢谢大家。感谢所有的朋友，因为有你们的支持，中国的传统音乐一定会更加的发扬光大，谢谢大家。有请陈一妙还有陈军老师登上我们的倡议荣耀之巅。